大家好，今天开箱曼格积木花系列。这款积木花一共有十种，从9126到9135。这次开箱的是9127，红宝石细鱼。内容物一共有三包和一本说明书及一张贴纸。积木数是172片，总共有17部，对于大人和小孩来说都不会太困难。我们就先将积木全部倒出来，因为这个袋子上面是没有分顺序，先把它都倒出来会比较方便我们寻找零件。那我们就来开始组装吧。我们先来组装花盆的部分。花盆的部分组装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组装莲花的部分。
9127红宝石细鱼组装完成。9127红宝石细鱼，鱼和莲代表财富的流动，有富贵吉祥的意思。莲花还有吉祥长寿的象征，不管是送人还是家中摆饰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